欢迎收看四打废新闻，我是主播任小荣。中共自认房市泡沫危机已解除，但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不仅证实了持续崩盘打脸自己，四月的跌幅更是跌出难堪的新纪录。见此，北京当局宣布提供3000亿人民币用来收购成屋作为弱势的保障房，想借此当作提升房市的猛药。但中国业者专家无不讳言指出，官方预算宛如一桶水想灭山林之火，且评估至少需投5兆人民币也才可能对目前房市产生些许影响。而且中国地方政府更是捉襟见肘，总债务规模已高达101兆人民币，加上各地陷入无法盖完的建案，也累积高达近3000万套房屋。但更充满危机的是，房市尚未到谷底，目前相关从业人员已数十万人失业，学者预计2年后恐增至500万人。然而对于真正顽残房市的中共而言，如今也只能靠口号继续诓骗百姓了。我是主播任小荣，感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